去看一下这个上海大型超市食用盐的这个情况，有没有被抢光？这里就是卖盐的地方，看到有很多人在抢购。价格还贵呢，涨价了。是涨价，一是涨价啊。哪里？你本来就你瞎说。本来10块钱3包。10块钱3包是。报给你。哎呀，想买就买了，不想买就不要。哎，对对对，不要买就不要买。哎，不要在那里纠结一件事情，有什么好纠结的了？你管人家干嘛？哎呀，又吃多了吗？便宜。超市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补货，盐还是有的，不会被抢光。